以下有本堂第二堂的成人诗班献唱，以唱的诗歌是《以灵歌唱》，请诗班。我们真的很感谢上帝，经过大风暴雨，我们都得蒙保守平安，大家一起今天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一起在上帝面前的感恩。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赞美祂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